南风，在这儿呢。李宁。李宁。给。谢谢谢谢。对不起，让一下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李宁。怎么样，累吗？不累。丁宁，你好吗？挺好的，就是特别想你。我也是。谁知道呢？说不定啊，在美国已经有女朋友了吧？丁宁，我可以对天发誓。好了好了，我跟你开玩笑。谅你啊，也没有这个胆子。再说了，这美国女孩有我好吗？就好。走。哎，你说上海的变化大吗？大。我记得上次你回来啊，浦东机场都还没造好。哎，你说是不是？啊。你看什么呢？上海我比你熟，出租车在那边呢，你跟我走吧。哎哎，你怎么了？不是，我哥呢？他怎么没来啊？我来的时候还给他打过电话，可是家里没有人接。哦，我哥的车也许堵在路上了，我们等等他，免得他待会儿扑个空，好吗？哎呀，真笨，打他手机不就行了？对，打他手机。好，我来跟他说。丁宁，你知道吗？我跟我哥已经两年没见了。那我呢？看你，吃这种素好没道理啊！真是怪事儿。哎，怎么没有人接啊？说这个号是空号，你刚才没拨错吧？没有啊。要么我再拨一次。来吗？还是空号啊！哎，丁宁，我哥他没有换手机号吗？我没有听说。好，马上去我哥家，好吗？好啊。走。上班，他怎么会不在家呢？哎呀，没事。你们找谁啊？啊，我找隔壁的李家。你知道他们上哪去了吗？哦，你也是来奔丧的。奔丧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哎，你是他什么人啊？我是男主人的弟弟。弟弟？哎，那你怎么不知道他已经死了？什么死了？我哥哥死了。那你赶快到公墓去吧，听说他们下午就下葬了。南风，你不要着急好吗？哦，对不起，我把东西寄在你这好吗？好的好的。这不可能。你别着急，咱们去看看好吗？快。这不可能。哎，快走啊。